困过困过，是你叫身体健康了啦。根本无从等下看知安来啊。好啊啦，恁大安一个代志，轮袂到恁插嘴。家己做的代志，家己担。为着我今仔日就和恁走掉啊！别太别挂，在恁啊！你即马讲这话，敢是负责任的态度？你有看到无？你心头壳一空，迄个宋玲王爷竟然阁证人讲，下毒的人是你，阁甲用钱买收你去对付这些大将抓出来，伊甲你论斤称两卖，含骨头都无剩了。你听我一句苦劝，大伯囝莫阁查某人打，尤其这尔浓毒，莫阁甲伊搭阵，会当离王就离王。这个你拍了掉，暗过代志，不是你想的安尼。你莫叫我嫂啊！你确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安怎要对付子谦？你敢知道你差一点仔害我，永远拢无法度记得我的子谦，这是为什么啊？其实我早就知影林子谦是你的查某囝，所以我才会答应宋凌峰来替伊办代志。因为只有安尼，我才有机会救林子谦。也唔可能，确实家己车落水啊！而且你嘛真正有摕宋凌峰的钱，讲是为了报仇，结果是看到钱，你冤仇都无要过啊！颠倒去替宋凌峰这只鬼在做代志，那是做宋凌峰看的。其实我早就安排救兵要救伊啊，若无林子谦，哪可能过活到今嘛？所以，你讲的救兵是陈忠信，你今日啥物想要指责的？我拢无听你讲过。也无重要啦，也是我最近熟识朋友啊。啊，不过我甲讲我要对付宋凌峰的时阵，伊真阿傻哩，一嘴就答应啊。重点是，恁大家人嘛拢偷一口气啊，敢是？遐颠倒因果啦！你若无答应宋凌峰，我的查某囝那就需要受到迄浸水的痛苦。我袂因为子谦伊即马平安无代志，就甲你当作是救命恩人啊！你无爱信就准倒煞啦！非得我做这代志，本来就无想要去找你讨功劳啊！你若是同款想要处理我，不要紧。我即马点点啊跪伫咧遮，在恁处理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不管恁用什么方法来处理，就是袂用报警。我一世人伫内底浪费30年啊，即马若阁叫我回去，我甘愿死。歹势哦，拄只我苦劝凯宏留你一条命，就是要用正当的方式甲你制裁。既然你拢唔肯认对，对遐个受害者，你拢无当作是一回事，那安尼，阮只好甲你交予司法去审判啊。无唔对，赶紧报警，让伊好好感受一下止痛的痛苦。爸，既然你无法度处理，那就只好用正当的方式，或者是法律的制裁。袂当讲恁大囡仔一个去控管，伊会起痟。参像这款自私冷血人，就先将伊关起来，阻止伊阁继续犯罪。伊绝对不是这种人。你家之前阁要为何伊啊？对。伊敢剩我一个当倚靠。
真正是一尾龙，野鬼大军也一本机。坤哥，有你这句话，今仔日我大军啊，就算讲给伊剁到嘴，我嘛甘愿。谁管你是不是会甘愿啊？我伫今仔日，我一定要将你送到伊楼下来。爸，好，恁要追究责任先。伊是我兄弟，伊做代志我来担。坤哥，你想要创啥？你卖乖，后摆化作人就对了。你即摆是伫咧创啥？伊是一个宋金天龙鬼鬼山贼啊！伊绝对不是，无人比我更加了解。当初伊为了救我，地牢啊人关30年，伊想要搁你假释。你若硬要报警，伊一世人无救会搁放出来啊！伊若搁放乖，会比死搁会艰苦。我嘛因为对不起，是世人无法度仰头。馒头，把刀给我。等，你要创啥啦？你等下起笑，莫听伊的。我无起笑。伊出嫁时，我就甲伊讲过啊。伊后半世人的人生，我负责。唔拿你的人生，你的生活，包括你即摆犯的错误，我负责到底。我无爱你负责，我无讲过要让你负责。你莫听随便想要代表我，我杜君仔的代志，我家己担，免你负责。馒头，都给我，我不走啦。爸，你已经结束战了。开宏，你是真正有正义感的囡仔，爸希望后摆。你会当找到一个甲恁一家同款，会当用性命甲你相挺的兄弟。这边代志处理煞，我会还你一包纸钱，还佮我纸筒。拜托你，今仔日就帮伊煞。爸，哥哥，爸，对。第一刀，请恁原谅杜芬啊！你不要想。什么是第一刀？你好我了，你卖阁闹我了。第二刀，你来，你来。你哪个还当作兄弟？踮咧边啊，甲点点你是我的兄弟，你是我的兄弟，你是我生生世世的兄弟。后摆莫跟我甲你切尻川。爸，我拜托你，你莫阁伤害你家己啊！我无要做给我，我无要做给做伊个嘛。阿唔是为虾米？叫你硬个一口气吞落，我是真正要恁一家搁一个机会，至少会证明，伊真正不是用歹心毒刑啊，伊是因为过去反仇，失去你弟，后摆我替我甲管教。是我唔对，是我做唔对，我无应该为你报仇，你牵连到你是故意啦，是我做唔对，我求你原谅我，你莫去赌啊，你原谅我，我拜托你，请你原谅我，是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，是我唔对，是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好啊，你莫去夹头。我原谅你，因为袂，恁两个到底是伫咧创啥啊？
我一个刚刚去中间的老岁老弟，另外一个你是安尼一直磕头，你是要把伊的头磕半截？你安尼做兄弟，敢不一定要做到安尼？你是我话，廖建军，你有听到无？我原谅伊啊啦，你莫去伤害你家己啊啦。你留这段话，先让我送你去病院好啊。等下，我拜托你帮我涂好无啦。等下，这刀我帮你担啦。大伯爷，讲会到来做会到。娘啊，这边不听你。后摆你人生的脚步来倒车，啊！哥哥，第三段，大爷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我家爹！别管。这是我做，这个经理，好，那个呢，你们必须给你阿伯说，建坤，建坤，建坤。我听讲你之前发生车祸，我想袂到这么紧就好完啦。真正是像有人在讲的，那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呢。我看，对了，你自我了断啊，就掺那黑白无常嘛，不立法啦。卖地安健康倒下，像唔知你袂爽，我哩破坏你的家规，拆破你的家面骨，所以你才用心计较，想要甲我除掉。我甚至害你怀疑。顶边的车祸都是你设计，你是叫车弄着头壳歹去啊？是哪？你家己找买，叫车弄着，你后我都牵头由我才来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咱两个即马吼来找盛淼先生赔咱的赔钱，看我是毋是真正是你的冤亲债主会甲你讨。所以我请你甲你点者，若真正是啊，你应该安怎伺候我，才会减轻你的灾厄。都参像你事后啦，复辟共款啊！是讲我话哦，先打进前哦。我这个人较无介饲宠物啦，所以就算你伫个老虎边身躯边啊，做四中的狗，这侪年咧照顾伊，你若无做人，我嘛无多收你呢。你叫是本公家袂着当刺激着我，我去骗你。喂，因为我袂中你个计，等到我会改变我的心态。因为要对付你这种歹心毒性的人，绝对袂当做君子，一定要跟你同款做一个小人。但刘先生，若是讲要跟人博心机，我王文金不一定会输你呢。唉，我真正是爱好好跟你苛刻一下。那讲到你啊，真正爱注意啊。唔通安尼，一个戆蛋四个乌白甲人呛声啊！继续安尼落去，就算讲啊，你是兄啊，伊进前的新伯啊，你四个得势人，我嘛无在条求你呢。那呢，我嘛要警告你，卖叫是讲你叫子贤，对当伫罗家的人身边作风作影，即马我转来啊，我会甲你看条条，袂让你继续出恶无害人。